安然的父亲和四叔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不同的是，四叔年轻的身影早早地定格在了那片战场上，连一块墓碑都不曾留下。每次看着四叔的照片，安然都会告诉自己，墓碑一定会找到的。四叔，我再去陵园看看，看到他们，也就相当于看到了你。多年来，安然每到一个有烈士陵园的地方，都会去看一看。从满怀希望寻找四叔的墓，到多年一直未见的失望，再到去陵园祭奠英魂，成为自己的习惯。尽管四叔的墓没有找到，但他却找到了许许多多和四叔一样不屈的灵魂。爸，今天我替你来了。安然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老兵你好的节目录制现场，咱们坐下聊，有请。欢迎我们的萨苏老师。主持人好，安然老师好。一般嘉宾登场的时候我们要喊老兵你好，但是今天呢没有这个环节。安然老师是一位作家，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安然。今天呢我到这儿来是其实替我的父母来。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总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教导员江世民。这是咱们志愿军的儿子。我们一说钢铁运输线啊，就是他们这些工程兵为我们铸造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主要任务就是抢修公路、抢修桥梁、抢修涵洞，然后对一些不用的桥梁隧道进行爆破。一说到钢铁运输线呢，我们老想的是运输线在我们的背后。对，但真正在战场上啊，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前方后方是部队要到哪个地方的话，他们工程兵要先去探路的，探路以及这个修路和架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对对 对，有一个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后退的时候工程兵也是挡在最后面。比如说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父亲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要守住临津江的桥，没有撤退命令不许撤。五次战役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呢接到总部的命令，已经完成了任务呢，开始回撤到三八线，而他们呢就在后卫线上面最后面为我们守着桥。就是他们守在这座桥的时候，我军的部队过来他就放他们过桥。美军呢一直没有发现这上面有桥。对，当时呢我父亲接到命令就是守桥的时候，他一看这桥确实不能用了，这桥已经是危桥，加上美军的天天来轰炸，这个时候呢他得江边走的时候鞋打湿了，他看了看鞋，脑子里想起这个办法，修一座水中桥，低于水面15公分，这样呢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完全
就是在水面以下。对，这样要飞机看不到，所以就放弃了侦察和轰炸。15公分，从水面很高的位置看的话，确实是看不到的。看不到。我一直想问安然老师呢，我看不见这个桥啊，我们的汽车来了怎么能过得了桥呢？他们在桥的两侧呢做的临时的栏杆，标志着这个桥的宽度，当这个车过去以后就迅速把它塞掉，这样以后敌机发现不了。这个非常巧妙，但是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啊，就当我们后撤的时候，为了避免敌人利用这座桥，就得留人在这儿炸这个桥。就是刚才安然老师说的，作为这个后续部队在那儿等着。对，等了3天，一直没有任何部队过来，然后呢，但是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就得死守。这个时候呢，开过了一辆吉普，然后呢，上面坐了8个士兵，加上一个首长，杨德志司令员。我父亲说了，我是奉命在这守桥。杨德志司令员瞅了我父亲说：“桥在哪儿？”说：“在水中桥。”杨德志说：“啊，你很聪明。”然后我撤退的时候，我过去了，你们大家都要过去，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兵团司令对为普通的官兵断后，因为有了这样的将军身先士卒，有了我们的士兵舍生忘死，才有了我们所有胜利。刚才提到这个运输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志愿军的运输线实际上是一个薄弱环节。对，朝鲜的地形就是一道山一道水，都要是隧道和桥梁把它连接起来，所以美军那边在和我们前线作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在正面打呢不见得打得过我们，怎么办？专炸你的后勤，所以他们呢发动了绞杀战，从空中摧毁你的后勤。当时呢，我们那个工程兵包括铁道兵，敌机来了，他们要对空射击，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不停的去抢修道路，抢修这个铁路公路，所以他们这支部队也是最危险的。其实呢，我们现在啊，对于当时美军对我们的运输线有怎样的攻击，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建议呢，今天请大家看一个小片，来看一看呢，当时美军是怎样攻击我军的运输线的。这段小片是美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从他的飞机上面拍到的，所以看到他们的机枪和火箭弹一直在打向我们的公路。就只要发现疑似向车队的，可以看到刚才在地面上一个一个的火团在起来。您父亲当时入朝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敌人，有没有感到恐惧？没有，他当过八路军。当时有没有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状态？有没有留下照片？哎，有照片。母亲非要缠着他，非要结婚，你不结婚呢，那个我就不让你去。父亲说那我要死在那儿呢，他死了呢我就给你收管。当时他俩就去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照完了以后呢，停了不到10分钟，我妈妈又说再照一张，又照了一张照片。但这两照片就是截然不同。看一下照片，这是第一张照片，帅哥美女，爸爸是28岁，妈妈是22岁。这是第一张照片，1950年9月26号，中秋节。这第二张，这是隔了10分钟照的照片。对，我应该是看出来了，大家。看出来了，区别在哪里？您说这几张照片，这个拍摄时间相差10分钟。10分钟，我妈妈让我爸您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出去买点东西。我爸爸呢，就是真在这等，他以为买东西，回来以后他把头发绞了。我爸爸你就绞了呢？我妈妈就说，叫长发为君留，短发为君剪。你走了，你带着我的头发，你死了跟你洗，埋葬在那里。大家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0分钟。这10分钟的意义其实非同寻常。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面聊，有点感动，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在听。但是如果设身处地的在当时那个环境的话，心情是五味杂陈的。是，一个女孩子会在这个时候要求要上战场的未婚夫回不来的，马上结婚，而结婚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的头发留给你。这个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叫结发夫妻。他把头发剪下来随你一起带走，就是把自己和你一起带到朝鲜战场。现在就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当时妻子把头发剪给他之后，然后安然老师的父亲就一步一步地走过鸭绿江桥，走了1600步进入到战场，就是那个血火硝烟的战场。最残酷的就是在临吉江，我军那个将士们在反复地跟敌人绞杀。父亲
自己的亲弟弟也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四叔呢，炮校毕业，在临江那会儿集结的时候，父亲突然发现这咱们的炮兵阵地有个人像他弟弟，我父亲过去了，因为天特别冷，那时候我们冬装还没有发。我父亲说：“那你冷不冷啊？”他咋不冷呢？他们有腿带，然后说：“你坐这儿，我给你把腿带系上吧。”那炮兵他不发腿带，他不会系，还是我爸给他系上。这时候哥俩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各自开赴战场了。也就三个小时左右吧，他就牺牲了。当时是双方炮火对射，一会儿呢就把我们炮兵阵地覆盖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叔叔就牺牲了。之前三个小时，哥俩还坐在一起聊天，这一块还在系腿带。在大肆战场的时候，发现树枝上有个绳，挂着一条腿，拿下来以后呢，这腿带有个名字，哎，发给我父亲的吧。他说：“就这是他哥哥给他，那肯定是他弟弟。”就这么着，就确认他牺牲了。这样的事情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也有很多，有的时候一个连、一个营，兄弟一般的战士，今天在一起，明天可能就剩下几个人活着回来。其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可以看出，铁道兵在整个我军的后勤保障线上面，他们付出和他们的牺牲。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老兵尚瑞瑶。这位老人对铁路总有种特殊的情结。他14岁参军，17岁就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战场上，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抢修铁路立战功，在朝鲜发明了冬季冻土取土法，对保证铁路畅通起了重大作用。退役后，在湘潭大学任师资调配办公室副主任的他，一直低调，对抗美援朝战场的故事不愿多想，因为有太多的战友留在了那里。但在他的心里，时刻谨记，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人民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他就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20技术营的老兵尚瑞瑶。有请老兵，战斗英雄尚瑞瑶，铁道兵中数佼佼，斗智斗勇斗强敌，战天战地战术高。您好，尚老，感谢您来到我们老兵你好的录制现场，请坐。尚老呢，不仅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参战的老兵，一位铁道兵，而且呢，尚老的经历啊还特别有意思。当年尚老见到过金日成将军，在朝鲜呢，我是在铁道兵部队的，冬天取土呢是很困难。你比如说我们凿山洞啊，可以凿得动，这个挖坑道凿山洞，那个石头都打得动，那个钢钎呢打不进去。我们部队单位啊号召同志们，每人呢要储备2筐土，在冬天冻里的时候能搬得动。温度到了多少度？-30度，那东北啊是很冷了，那朝鲜比东北呢我们感到寒冷，那个土呢就冻得大概的2公尺啊，1公尺半那么厚。我就在这个编草袋子筹备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边想，
我这边想我们修路嘛，都有那个铁路都两边都有路基，两边都有拉钩，就在那拉钩的上边呢，弄钢钎呢，打下这个3米深或者2米半深，打下这个眼儿。后天呢，把这眼儿打好了之后呢，就能把草呢把这个眼儿堵起来，搞个记号。到这冬天我们用土的时候呢，把这个草木拿出来，像雷管，像炸药，引爆之后冬虫打开了。秋天很大，钢钎一大就打下去了，很简单的。到冬天时候打开那个就取土，领导呢去监测工作，我们司令员呢，金日成呢带着他呢视察这个铁路，他说：“你们这个土这么丰富啊，有的给有几十里地啊，拿货车皮，拿汽车到我们工地来取土。”领导看到这个场面啊，好兴奋的。其他地方都挖不动。但您这儿土特别多，他是问我们领导啊，谁搞的？他说北方出身的一个小鬼搞的，带着翻译帮我接到那去了。一进门呢，我就报告，向首长经理，我直接报告了我的姓名。这天金日成就走到我跟前，他握着我的右手，第一句话用的朝鲜话。您还记得说的什么吗？我记得，他就说，当母苏库哈斯没打，就是同志你辛苦了。说完这句话呢，金日成就问我：“小同志，你好大了？”我说：“18岁了。”他就摸着我的头，我说：“人小作用大，朝鲜人民永远忘不了你。”他就到他随身人员啊，给我的一个纪念章，亲自给我别在身上。尚老，您今年高寿？今年呢，87岁了。时隔70年都没有忘记。您作为一名铁道兵，那么铁路被我们的对手联合国军他们轰炸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呢给您看一个小片，敌人是怎么攻击我们运输线的。这个情景太多了，不止一处啊。这个画面当时就是您所见到的真实画面。这个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看到当时真正的情景？在朝鲜呢，我们刚入朝呢，没经过那个场面，还不太适应。他炸的时候，我们就是拼命的修。桥梁炸的我们修桥梁，路基下的我炸的我们修路基。白天黑夜修，吃饭都顾不得吃也得修，因为前方啊很需要物资。后来呢，我们慢慢的摸索经验了，把这个老车站钢轨墩木摆好。这些架子在摆着都做样子，就拿个棍子拿个树给大炮呢啊支起来。哦，假的。哎，伪装好以后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就引着它炸。你炸弹丢吧，你丢的越多少的。第一次执行任务吧，就是收敛烈士遗体，刚到的地点呢背包也没见。连长呢领着排长啊班长啊去看现场怎么收。当时呢我们是在那个车站啊，那个是平地方嘛，就到那地方都是血水泥巴。这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祖国的同胞，大家都是我们的战友。战争是残酷的，是，但是为了祖国的兵，是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尚老，尚老，都过去了70年了，都过去了。我们那现在指导员呐和文化教员啊。这是化悲痛为力量。对，我为好，算了，咱不说了。尚老，咱们呢？汽车兵后来给我们报仇的，美国人飞机轰炸我们呢，咱们汽车兵有办法对付他。每当敌机来的时候，咱们有故意
就是新美军飞机的汽车。嗯，美军飞机呢，他一直跟着汽车飞飞飞，他忽略了有山洞问题。瞬间的时候，他们就钻到山洞里，他邦机就撞到山上去。嗯，每次有这么几辆车，专门是吸引敌机，让敌机上这个当。离我们走过317公里，叫317。这个地方多么厉害呢，一个平方米里边啊就往3个炸弹，大的呢200把，小的最小的也得60把。60磅啊，对，也有这个定时弹，要是丢到车站上呢，丢到路基上，不论什么弹它没爆炸，必须要把它挖出来搬出去，把它卸开，卸开了我们还得在里面啊，我用了炸药了。您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荣立一等功，您这一等功当时怎么荣立的？我是得了这怀德的一等战斗英雄。嗯，张老师，这样的一等战斗英雄一次，二等功两次，总共立功8次。我那个发明创造呢，给我记得2等功2次。冻土驱土法。对。夏天呢，我们那个施工啊好办，受得了。对。冬天啊，夏天很冷，下去之后呢，躺着进去就是一踩呢，上边冻了，下边没冻，一踩咔嚓就踩在泥巴去了。老同志呢，会喝酒的呢，你喝点酒，洗洗脸，洗洗鼻子，洗洗耳朵，喝点酒。用什么洗？酒啊。会喝酒的喝几口酒呢，身上发热；不会喝酒的呢，就把棉裤脱下来，泡着酒了。这个棉鞋呢，也用酒侵蚀的，穿上捆起来。下到那个冷地方啊，能坚持半个小时到40分钟。坚持它能够不动。嗯嗯，有这么长时间了，列车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上来的时候脱衣服的时候啊，那就很困难了。给你脱衣服，我们起码来3个同志，罩着一个罩住你，一个给你解，冻得解不开了，拿那个枪弹条啊，撬开夹刀子呢，嘎断，就衣服成铁皮的了。您受过冻伤吗？冻伤受过，我的那个营参谋长啊，还有我们班长啊，都给我暖和个脚，加什么暖和？我的脚呢放在他这个肚子上。就你给我暖和，我给你暖和，就互相的，互相暖和。像您刚才说的，拿这个肚子这块去暖这个战友的这个脚，实际上说实话，感觉呢就是，现在我们往这个怀里揣两块冰，贴着身子揣两块冰是一个感觉。是的，脚已经很凉很凉，就是冻这个冰呢。哎，那个滋味。我想想，咱们是个共产党呀，我个人我是这样知道，我们只能。为党吃苦，我们不要想当受苦。正是因为有了尚老这样的铁道兵，有了安然老师父亲这样的公路工程兵，这是我们的两条大动脉，两条大动脉的畅通。我的眼前啊，就可以保证打胜仗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志愿军46军保卫干事贾纵云贾老，掌声有请老兵登场。他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机关后勤学校，主编出版过管理类、旅游类等各种书籍。退休在家的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写写回忆录，创作诗词曲作。在他的回忆录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那段岁月。在那片风云色变的战场上，他是46军137师的保卫干事，回国后历任组织宣传干事、作训参谋，他就是贾纵云。
有请老兵。一把炒面，一把血，一腔热血，一生血。战场反特责任重，后勤保障情更切。我是铁道兵第八团上日耀，向你移交阵地。我是整个人民志愿军四十六军一三七师贾泽云，接收阵地。贾老呢是志愿军四十六军的一名老兵，今天啊，咱们现场还请到了四十六军副军长曾永雅将军的女儿曾莹，咱们一起来聊，有请曾莹大姐。当时在咱们一线部队的感受当中，我们的反绞杀和对方的这个绞杀战这种激烈程度，作为我们一线部队是什么样的感受？非常的残酷，因为允许杀不去，被子弹打不出去，我们就能挨饿。所以朝鲜战争就是打好心，好心什么？允许是真的很重要的内容。1903年的年初，那个时候呢，志愿军啊，走在了下级公司。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个炮连啊，一门迫击炮的那个螺丝啊，不翼而飞，被盗了。有的人呢就说了啊，怀疑呢，或者是敌人所为，或者是呢有特务搞破坏。这个时候啊，首长们呢，首长呢命令我把这件事情调查去以后，因为贾老呢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而当时啊，美军和韩军就是当时的南朝鲜军，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到我们的后方活动，有的时候就是专门打我们的运输线，有时候威胁我们的指挥所。对。那么要保障运输线呢，就他们的保卫工作很重要。美国鬼子他执行这么一个政策，叫什么？宁放一百，自毁一人。也就是说，我发出100个特务去，哎，只有一个成功就成功，就成功，哎，就是他就说你，你说来派多少特务吧，啊，派多少特务过来吧？这一次的迫击炮到底是特务做的吗？哎，我们在打这迫击炮的时候呢，那怀疑啊，哎，怀疑我们就我就查去吧，到宁波的教导员接待了我，刚到那个探照灯呢，几乎照射过来，把他正脸照着，像白天一样，就马上匍匐准备，哎。但是灯管马上一转移，我们马上就跑。原来正好刚摆到个山头，在说我们刚才爬瀑布的地方啊，一排是排爆，有特务的迹象吗？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摸看看出来，一边勘察敌心，一边是思念，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们就反复照啊。有的说啊，这种炮呢，是从国民党缴获来一门炮，这个年久失修了。有的说呢，在这个汕头练兵的时候啊，这个扇子啊掉下来过，我摸那个螺丝帽蒸发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定案了，是不是？这不是怎么一个事故，是不是？我听明白了，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查案子的这个过程很危险，哎，这个危险其实是来自于对手，来自于当时的这个联合国军队伍，对不停的，比如轰炸呀，包括这袭击，这个事情呢。查到了，一宣布啊，我现在可以防腐出狱。刚才要说到这个，您是曾大姐父亲的老部下，一个部队的，您跟这个曾副军长一家熟不熟？哦，曾大姐他认识了，他是我们军里啊，就党等留守区的系里员，他也是搞秘书阵线的。哎，我四十六军进去，进去朝鲜的人呢，都您说的是这个大姐的妈妈，哎，海军部长，所以他真正的运输线上的一名指挥员。曾大姐，您的母亲给您讲过当初怎么往上运物资吗？每次都是啊，九死一生。当时呢，我母亲呢在四十六军丹东留守处，担任协理员。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押送这个物资上来，而且要把前方的这个伤员再接回去，
这样呢，他经常呢就是会走这条运输线，每次走的时候吧，也是非常的危险，敌机轰炸是经常的，他亲眼看着他前面的一辆车，就是被这个美机给炸中了，司机受了伤，那个押车的女战士双腿当时啊就被炸断了。当时呢，咱们啊就是没有这个制空权，然后呢，经常呢是要晚上才能够往上赶，所有的车都在晚上出动，经常堵车。他们为了协调啊，把嗓子都喊破了。其实，在美军、联合国军这种飞机轰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哪怕说你战斗经验再丰富，都是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朝鲜战争呢，有个很大的特点，前方后方都是正常。天上地下都是正常，它这样的特点。对，几位老兵其实一直都在强调这个，就是朝鲜战场不分前方后方，非常残酷的，非常残酷的。曾大姐他们家啊，特别能体现咱们这个运输线的特点，前方是最可爱的人，后方是祖国亲人，这两个连在一起。您妈妈这个祖国亲人到了前线以后，是不是跟您父亲到了这个军部就安全了？在军部也一样，同样不安全。在这个志愿军女兵里头，他们和男兵一样英勇顽强的。志愿军当时我们有摄影师跟着我们冲临津江，就敌人临津江炮火打下来，然后我们的部队往上冲，结果我们居然在这小段录像里面发现，就跟男兵一起冲锋的里面有个女兵。因为这段视频呢，我们的摄像师是在冲锋部队的后面非常勇敢拍摄的，所以说呢，拍摄到的都是背影。我们可以通过背影来找一下这个志愿军女兵在哪里，是哪一位。来，这位马上找到，能不能再给放一遍，咱们再看一遍。就是这亭，是咱们无意当中发现的。没错，对，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影像。通过这段影像也可以看得出，在上阵杀敌的时候，我们志愿军男兵女兵是一样的。想不想看一下我们志愿军女兵当年的这个飒爽英姿？来，大姐给我们看一下。嚯，这位阿姨她的爱人叫石秀生叔叔。这当时是多大的年纪？大概不到20岁。我们可以看得出，脸上稚气未脱，但是眼神、嘴角那种坚毅。我们看下一张。哦，这位是我的母亲，哦，这是您的妈妈。对，我注意到这个，您母亲穿的是男军装吧？是的，她这一生啊，她都不穿女士军服。志愿军的时候，女士的应该是像那个列宁服那样。对。另外呢，后来的那个女军人的服装应该是三开领的，她都不喜欢穿。她这一生一直是穿男士军装。曾大姐，跟妈妈问个好吧。这是我们46军的那个李淑阿姨。嗯。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岁数很小，才14岁。这个是谁啊？这个就是贾朗的夫人。哦，旁边这个就是您啊？是，就是贾朗年轻的时候。也是志愿军老兵。嗯。去年才走的，去年12月20号才走的。嗯。嗯。也是我们部队的，军医。老爸，我敬你。今天呢，实际上也有一位志愿军的女兵到场，她就是刚才的李淑阿姨。咱们掌声有请抗美援朝的女战士李淑阿姨，有请老兵。今年84岁的李叔奶奶，平日空闲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看自己年轻时的老照片。老人慈祥的脸庞很难和硝烟弥漫的战场联系起来。
但他曾是46军137师文工队团员。1952年2月调入46军文工团，1月随46军入朝。1953年1月到军司令部文艺室当打字员，期间与《我是一个兵》的作者岳伦、陆源一起工作。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是李叔奶奶心中永远的旋律。有请老兵，才女李叔武艺精，战地救护小百灵，花样年华风烟染，传唱我是一个兵。我是46军137师甲队员，移交阵地。我是46军兵部，李叔，接受阵地。好好好。从跟这个曾大姐这个拥抱啊，就是感受到这个感情很深。而且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你妈妈是我的救命恩人。是的。您给我们讲一讲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在朝鲜嘛，美国飞机嘛经常来轰炸我们。嗯。当时呢，因为他飞机啊整天在上面飞，我一般我也习惯了，我也不怕了，那我不出来了。结果我们的参谋说，小李，小李，你怎么回事啊？你还不出来？我出来以后呗，可能有点忙，我就吓得摔在地上了，这手啊，这个都出血了。结果他妈妈一出来，一下就把我抱到防空洞去了。有这么一段，我现在记忆犹新啊，真是。当时就是，如果说不把您抱到这个旁边的这个掩体当中的话，有可能飞机轰炸的时候就会被炸到了。对了，就是啊。嗯，曾英大姐，听过这个事儿没有？1953年4月，我母亲呢是46军驻丹东留守处的协理员，她押送一批物资啊，就是到朝鲜来，好不容易到了军部，和我父亲见了面，结果呢，刚来了的第二天，我父亲呢，他们呢就要到这个军部里啊，就是在军部里开会，军部呢在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山洞里，我母亲他们呢是住在这个山下这个小村小山村里，那个我父亲啊去开会去了，我母亲呢正靠在这个炕床上啊，就是看书，突然呢听见外头两声枪响，是防空警报，这时候呢来了2架那个美军的这个侦察机，我母亲就一个咕噜啊就从床上、翻下来以后，就藏在了这个炕沿底下，然后这个侦察机一下就从他这房子上就掠过去了，然后机关枪啪啪啪。就在他躺过的地方留下4个像大拇指一样的弹洞，只要命中一发，估计啊就根本就要牺牲了。因为他那个飞机上的机载这个武器子弹是很大的。对。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就根据啊，就是他因为他是抗战老兵，他知道后头还有跟着就该是来轰炸机了，他就看准啊这个炕床上头有一个窗口。他从那里就一下窜出去以后，连滚带爬的，然后呢，就在这一瞬间，2架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来了，扔下了一串串的炸弹。我母亲所在的这个屋子一下就被炸上天了。这个时候的话，我父亲他们听到警报了，也从这个军部里头跑出来，一看糟了，就是我妈妈所在的那个房间，就剩下一个弹坑了。然后他就带着2个参谋就赶紧冲下来啊，听说曾副军长的这个爱人啊，就是被炸的那个房子炸塌的这个房子里了，大家就一起啊在那扒呀，就是希望吧能从里头把我母亲啊救出来。突然他闻见一股子肉烧焦的味儿，大家都在那里把帽子脱下来，在那里默哀。我爸爸心情也特别难受。两个人刚刚见面，就在这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一声响，老曾，我在这儿呢。大家一回头，我爸爸都以为他在梦里，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回头一看，我妈妈呢，就是从一个猫耳洞里头，就是一身土啊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我父亲说：“哎呀，说你还活着，说你不在房子里吗？”我妈妈说：“我就差3秒就见不到你了。”然后就跟他讲了这些情况。讲了情况后，我爸爸说：“哎，那我们刚才闻到的这个被烧焦的味儿是怎么回事？”妈妈说：“糟了，
说你那个唯一的那件那个好的那个皮袄给烧了，是皮袄的味儿。对，是皮袄烧焦的味儿。那在朝鲜战场上，这个皮衣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它主要是一个御寒的一个工具。有的时候你没有这件皮袄，就有可能被冻死。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呢，就讲到啊，就是她遇到一位很年轻的女的打字员，也摔倒了，满手满脸都是血。然后我母亲把她拉起来，一起啊就到这个猫耳洞里去了。当时实际上，您妈妈并不认识李阿姨。应该说是见过，因为啊，他知道他是知道是一个部队的，但是军部的，军部的，对，唯一的女打字员。那我们军部打字就是我一个女同学。哦，您作为这个军部里面唯一的一位这个女打字员，在这个后勤保障啊，比如说这个吃饭啊、装备上，有没有对您有些特殊照顾？没有。咱们当时是不是吃不上蔬菜？是吧？吃不上蔬菜，是不是很多战士会有夜盲症？给我们发的鱼肝油，但是我们舍不得吃。都给前方的战士，他们更苦在阴道里啊，什么都吃不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还有后方我们的祖国人民之间，应该说这个感情是非常深的。对呀、啊，这个运输线呢，一方面是把我们的物资送上来，前线的部队啊还特别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还把我们的慰问团送上来了。对，送上来以后呢，听说那时候就是慰问团给你们做演出，是不是你们也给慰问团做演出？这个事情可能李伟老师也非常清楚。1953年的时候，我爷爷，当时是跟着慰问团一起到了抗美援朝的这个战场，当时去做慰问。然后呢，就是我们家有一件传家宝，是我爷爷当时从前线带回来的，我今天带来了给您看一下。您看一下这个，战士文艺节目歌舞晚会。546部三大队的一个演出的节目单，这是当时咱们的志愿军官兵给慰问团演节目的这张节目单。通过这个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话呢，不光是我们的慰问团给前线的这些个志愿军将士们演出，我们志愿军的官兵，我们志愿军的将士，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热情表达给祖国亲人。钢铁运输线不仅是运送物资，运送我们的这个祖国亲人的慰问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战场上的伤员运送回祖国，到后方去治疗。我们有那个卫生所，进回国的地方，他也有人员救护在下面，但是人员少，有时候把我抽着去了，哎，所以有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我心里特别一想起就想哭。有个战士是湖南人，看样子就20多岁吧。他这个腿啊，你看不出好像是，实际上是撞了，或者你看着里面是不是撞了，我就把他抱到怀里，我说你疼不疼？他说不疼，一身汗啊，我的擦呀，哎呀，我当时我真是我受不了啊，我说那这不到20岁啊，他说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回来，我还要当志愿军，就是那个情况下，你看腿都撞了。他说我好了以后，我还要回来。你看，这就是我们志愿军钢铁战士。所以我一想这个事，我心里难，特别难受。我在朝鲜呢，说实在比他们好多了，真是。刚才听到李叔阿姨说的这段话了没有？其实我还要揭露一个秘密。后来李叔阿姨就嫁给了我们一位志愿军。在战火纷纷的年代，我们在朝鲜结的婚。不仅是李叔阿姨，其实在朝鲜战场上有很多爱情故事都让我们为之动容，比如安仁老师的夫人。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就是安然的父亲，在1953年终于胜利凯旋了。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有一位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就是抱在怀里的这个小家伙，这就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谈话的安然老师。我们第一位嘉宾安然老师，一个老兵，他为了祖国去打了一场战争，他凯旋了，他生了孩子。只有他的弟弟留在了朝鲜的那块土地上。我们说就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年轻的战士，就像李叔阿姨救助过的这位20岁的战士。
我们这么多年轻的战士最后就把生命留在了这场保卫祖国的战役之中。我们今天看到他们的照片，每一张都朝气蓬勃，年轻英俊，但是他们的青春永远留在了战场上。他们不会因岁月而老去，他们永远年轻。很多志愿军的战士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那片土地，把生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在这里让我们致敬老兵。今天我手里拿的照片，第一张照片呢是我的大伯，我爸爸的哥哥，他是东北抗联老战士。这张照片呢是我父亲，这是回国以后照的，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参加了国家核潜艇的建设和航天航空工业的建设。这是我的三叔，也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以后被调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在还健在，今年已经96岁了，身体非常好。这是我的四叔，叫姜世全，炮兵，牺牲在朝鲜战场，牺牲时的话年仅22岁，他是那么年轻，年轻的让我们都心疼。他什么都没留下，连部墓碑都没有留下，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精神，就是保家卫国。今天我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纪念全体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是纪念那些钢铁运输线上的老战士、老兵。
存心角落，刻骨子里头，总想着一首曲。